废了这个样子。是，看他们平时自己画的都那么好，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要相信他们。现在已经迟到十分钟了，赵月，你怎么还没有来？准备一下，你快点啊！拍下来了哦。等队长，队长马上来了。嗯，我有预感，他马上就要来了。小马，你今天要画我的小马心虚一笑。昨天谁是要画底妆来？我。小马，我这个你就当我现在是没打过，你再给我打一下。眉毛是谁？我。是你是吧？嗯，对。我觉得这些眉毛画的特别好。我觉得他本来长得就是。我看你的眉毛是我的，给他打来就没那个麻烦。好像任务有点重啊。但是数字主要有点细，有点细。我给你画图。如果珍妮老师在，肯定。珍妮老师，你给我化妆会写眉吗？珍妮老师，你要眉毛长到这里吗？眉毛长到这，那下一个就是眼影，眼影是我啊，太好了，我就觉得你眼影每次画都很好，是吧？你看我这个眼睛放大出来的时候，睁大了看不见眼影。你这样子，我们安可拉老师那个来担任眼影。我们阿克兰老师对眼影的要求非常高，对，非常高。我每天都要自己刷起来化妆，平均对我四分钟画在眼影上面。对眼影要求特别高，他带了两个眼影盘。我天啊！然后接下来就是睫毛，睫毛有吗？睫毛弯弯弯，睫毛眨眨，眼睛眨眨，睫毛眨眨，睫毛没有吗？睫毛眨眨。昨天是谁给我搞的睫毛？是我。那我不行，那我不要。我负责是范洗眼睛，我这次。元气腮红，众所周知，上油漆上都需要那种。那这样吧，嗯，哎，你腮红太省事了吧？我腮红很有技术性的。还擦什么东西？给他上了口红。口红就是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彩妆大师 Little Big Man， 谢谢大家。那你有没有带你的口红啊？没有。那没事，我带。给大家看看，是阿克拉新买的化妆包。啊，太好看了，真太好看了。少女心，少女心。还有没有人没有负责到的？我是眼线。就来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这个妆容最重要的就是眼线，因为我的眼线。你是不是想要下垂眼？我可以给你画下垂眼。我觉得那头发眼睛大，这样这样，眉毛挑到这儿，然后眼睛垂到这儿。拉紧，哎，已经增大了啊！真的，就是要增大了。对呀，不应该这么大方吗？看了镜头，我天，不如就是大脸，知道吗？
能放大吗？就是在哪？它这个好像，哦，哇，感觉不错呢，想把它打上。化妆师，两个看看，这个有爱的，有爱的一个画面。化妆师，对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是单着的。阿Q啊，表情管理。我配合摄影老师，我可以穿。好，这边好，很好，很好。看一下右脸。你们拉近点，对，你们推进去吧。先推你们那个，这已经是特大了，明显变白了，是吧？瞬间提亮。那你真的该换粉底液了，感觉你真的白了好多呀。但是我不知道白了，就是不自然白，我也喜欢有比较黑一点。但是你上了那个什么彩妆之后，就不会觉得不自然。对你脖子也涂不就好了吗？来，脖子每天全身卸妆，把他的刘海撩起来，他的额头是黑的。对，对，那一会儿再涂一些发面。拉近。就捏，放大，加一段后脑勺和那个。脑门和脸这俩颜色，将两个手先成一门脸，掀起你的头盖来。那个怎么那个？拨开眼前的刘海遇见你，掀起了刘海什么遇见你？我这封面我姑娘干死你了！我天哪，你好干啊！想想连脖子也带到了啊！我再带，你的西装液了。我要往那边你涂个粉底怎么这么久啊？我们坚尼老师，我们坚尼老师，我要去吃辣的。这个你挡住了。这个眉笔口称是羽毛眉，对，白很多。真的白好多啊，咱。你真的要给他画眉峰吗，坚尼？现在珍妮老师在认真的画着眉毛。你们就喜欢这种 A 线型的。哇哦，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画面。哇，美女！我们的恩如老师也已经出动了。恩如老师，恩如老师在拍美女。哇，真的好美啊，这个侧脸。360度，我今天扫视。小马老师下班了，在吃饭。小马老师辛苦了。辛苦了，小陈老师。你完了。他是老陈，我是小陈。你是小陈。大陈。你在吃东西，吃早餐了吗？没有，你吃了吗？我吃了，我很早就买了早餐。你们觉得成功了吗？我来看一下。还是不错的。这里的光不太好。要就是稍微。眉粉再稍微勾勒一下，眉粉再勾勒一下就好。再眉粉深一点的颜色，再来一点。中间填。对对对，这里。在线指导。可以。这个越画越浓了，越画越粗了。等眉尾稍微有点深，再。扫了，好，开始扫了。
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动作。珍妮大概一般画眉毛画多久？我画眉毛很快。妈呀！给我吃一口。你的摄像老师，你怎么回事？有点不专业了啊！好了，这就一边眉毛就剪了。哦，这个来看一下左边，你挡一下左脸，再挡一下右脸，你要对比。嗯，再把另外一只脸留出来。另外一只脸。你不是这样，他要这样子，要这样对准中线。家人被安排。对，这是画了眉毛的。哇哦！区别就出来了。真的吗？哇！稍微再晕开一点。好了，一会儿挡一挡。好。好 ，OK， 你们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哎呀，我终于知道有，终于知道有刘海的好处了。就是可以不用画。对，眉毛都不用画那么细，随便描描就可以。完了，另外一边。手真对，有点不太顺。怎么办呢？加油，加油，加！你拍的是家人吗？都能拍得到。那我就机位是一样的。那我就拍珍妮。有吃吗，家人？辣条吗？好吃，没了，还有两根吧。有饼干。人家想吃辣条，你吃饼干。妈呀，这个！我知道，我可以从这儿。妈呀！陈哥，你把正机位像天使。你要在这儿拍。这儿。划开。哇，可以，非常自然的两条眉毛。我一直都是谢谢 BGM 老师，没想到 BGM 是自己唱的。惊到我！好了，精神小伙出现了啊！好了，精神小伙出现了！哇哦！哪个角度？对，那你一个人到这边来。对，好，这就是我给家人设计的眉毛。nice， 好像左右不太对称啊？什么？不对称吗？来，你看镜头。哦，我不能看镜头，我要给自己保留点悬念。我看好。OK， 好，不错，感谢我的眉毛，精神，感谢我们的珍妮，真的很不错。哎，这个眉毛我觉得比平时更适合你。来，眼影大师。上，阿皮老师来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阿皮自己的眼影长什么样。自己的眼影。妖艳，橘色系的。那天老师今天准备给我画一个什么色系的眼妆？好，先洗一下这个刷子，我想要那种，就是那种想要什么样子？少女的那种感觉。想要什么？我的头，我要开始分析了。小马走镜头了。啊，听到没有，阿天？小马，让一下。开始了。你就给我打成那种欧美高鼻梁。我打在这个地方，三角区。对，打在那个眉骨处。眉骨和鼻子连接的那个地方，大概阴影只能打到可以让眼眶还有鼻子看起来更深邃。我们先打一半，看看效果。你看，这就是因材施教了。然后在这边稍稍带一点下来。哇哦，我感觉鼻子整一个又挺起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家人来说一下现在的感受。别说瞎话了，手法很轻柔，你看两边，手法很轻柔。没想到居然，你这里哪里看到鼻子？你告诉我，你看啊，没想到居然，想要这里画一个，就是手法能这么轻，我还以为就是会很暴力那种。不是画柳的，是被揉肿的。你现在幸福吗？你现在享受了百万月推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哇哦！来看一下两边，阿 K 老师在线化妆，可以。两边，可以远一点来看。我们来交接吧。那不行了，这手酸了。这个着实让我手酸。我终于来了，我的一个教学。我天哪！哇，鼻子瞬间高好多。哇，太高了。上回你小马怎么会是？然后那种就是那种稍微。
我的那个笑死人。我要给他画一个日系杂志哦。哇，你这眼影不错哎。我们马上要给佳恩上一个又杂志又偶像的腮红，这是元气偶像的重点。就是日系那种感觉吗？我们的稀客老师，如果画的不元气的话，首先这个手法就是一定要圆。来啊，啥呀？这画的是腮红，不是阴影吗？这个你知道吗？腮红可以画出阴影的效果啊，所以说一定要往上，就是往上面打，对，往上打，它可以有一种阴影的效果。上打，我怎么感觉你腮红？刷睫毛了。元气的重点就是要圆。试一下。哎，这个头发有没有聪明老师？来来，小马哥，这里弄一下。又改一下脸型了，特别大。两边对比一下，是不是明显就有气色了很多？一般般吧。再拉长也搞。那我来看一下。拉长吧。再拉长。有没有什么区别吗？好像没有任何区别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样子可爱。不上啊，这样可爱。放在鼻头是不是？放在鼻头。你这个不上色呀，给我来一点。不上色，这个颜色。你的鼻头也有一点点粉。哇，你这太……哎，你这太粉了！你看，这个，这个像小偷偷像。你不是说不好吗？来来，给你打一点。你不要抖，不要跑。我来拍你，我来拍你。来来来来，这你拍。来来，换人换人。来，我们把光，你这个你倒过来，你倒过来，你倒过来。我很专业的，陈哥，好可怕啊！我要给你吐鼻看着，这一个颜色就够了，不用那么多。有点干啊。闭眼。还要闭眼？还要闭眼？我怎么回事？你当打扰我工作。你要这样，这什么暴力突击法？就是不，这种一定要自然，自然的手法就是。够了够了，你拍了无数下了，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呀，好像没什么给你打呢。打了吗？这上面是。没有什么区别啊。这是个什么？打了吗？就是那个提亮眼球。说话。光中间。你后面啊。用的是哪个颜色？用的是这个紫色的偏光。没有，那它的这个色调基本是粉啊。你嘴有点干干的，有点。自己舔会儿嘛。这个紫色的一上，这个偏光整个就定性了，感觉。对呀，感觉一下就变成紫色的了。紫色的。嗯。就用这个。好了，这是最闪耀的。好了，小来来来，连线连线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黄老师上线了啊。那你先，我不要那种特别夸张，你先一点点。你想画往下的还是平的？其实我也没有太往下了，就是。哎呦，我觉得你比较适合。你要不要？哎，往上一点。上一个加。那我就帮你先。我得就腮红用了我很多的力量。腮红很好呀，就是两倍强。谢谢你的毛病，谢谢奖励。我觉得你可以适合上脚的。画下你的那眼睛就有点难受。姐姐，你可能就需要让我们做这样一个练习。觉得什么好？我最喜欢给人取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可以了。不错，你俩好冷。阿月。好了吗？好，谁来夹睫毛了？我来夹睫毛，夹睫毛。是我的，我用我的祖传睫毛夹。好，把眼睛给让出去了。我先把它加热一下。哇，加热，加热，加热。哇，这太冰了！这太冰了！看我妈现在表情。哇，这美妆。哇，这个美妆迷惑行为。学到了，美妆迷惑行为了，什么东西？行了行了，差不多。哎呀，还真热了！人家都是拿火烤一烤，我也以为这种体温。放大，放大。对对对，我侧面拍一下这个卷翘程度啊！哇哦，给了一个特写。哇哦！我靠，陈姐的手法。有个 point 就是，你可以先刷一遍那个就浅浅的，然后等它稍微干一干，然后先刷下睫毛，然后等一下再刷上面，往上扛。真不错。小技巧，小技巧学起来。然后等上面的稍微干一干，然后再刷一遍，这样就会比较长。等你画完这个，对 ，nice， 可以可以，来看眼镜头，看眼镜头，好好好，这下，哇塞，电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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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女，好，哇哇哇哦，我感觉都不像佳恩自己了，什么 ？What？ 站不出来，骗人了，让他紧张。好了 ，OK， 嗯 ，OK， 是不是结步了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步骤？我们，我专业失色。
我喜欢这个，但是感觉你的唇色本来就很重，我想先用打底帮你遮一下好吗？我给你填掉吧。你填不掉，填不掉。哎呀妈，重了，对不起。并没了，并没了，并没了，好，下回有点逐渐失去了那种，这气氛都变了，整个妆容的氛围逐渐失去了。然后还在化妆。好，开始口红了。相机啊，相机准备。好，没事，来，小红，上镜头这边，口红开始了。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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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。OK， 哇，好 ，OK， 实质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三、二、一，噔噔噔噔，哇！你把这个倒过来给他看一下。OK， 来，你来看一眼。来，可以镜头，镜头来来来，看一眼。妹妹，喜极而泣，喜极而泣。妹妹哭了，我19年就没有这么好看过。佳恩，你本来就我也很感动，要自信。我也很感动。对，里面有，我觉得这是这个世纪最成功的妆容。活了19年，从来没这么好看过。挨个点评一下吧，你挨个点评一下。来，先从眉毛开始。底妆怎么样？那你可以照眼镜头里你自己什么样？好看的，你看，真的挺可爱的。不喜欢，白里透红，不喜欢。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佳恩永远给我的口红圈都是那种就是有点深，特别特别深的颜色。今天换了少女淡淡的妆。你不喜欢少女啊？佳恩自己还给今天还做了个造型呢，还有一个红色的小蓝色的小啾啾。让平复一下情绪，谢谢。没关系，眼影盘蹭到衣服上了。你本来就把面对镜头了，你本来太激动了，太美了是吗？一节不少得满分的，还真的哭了。不哭了，因为妆容会花，别低头。走来，我要你这样在旁边点一下。没有，那我很快。我的雪花已经不见了，雪花，来一个亮亮的，都上那边，上那边，看那边脸好看。哇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神仙啊？哪个啊？这个。哇哇，哎，这是真的随便一按就是个雪花吗？啊，你说我飘一个 ，Oh my god！我好可爱，你要那边也来一个吗？想好想贴一个，就是要一个一个才好。Oh my god！ 想贴你，贴自己。我不适合。不是你吗？不适合。来来来，交给来。你要贴哪边？这边还是这边？有的，在光下面看，但其实也不是，也不是星星。老师，老师，你打发我了。然后今天这个腮红也是很不错。
错，因为添加了一个小细节，就是打在鼻头嘛，对，就是让每个人显得比较就是那种楚楚可怜。然后还有今天这个口红也是我平时没有尝试过的颜色，因为我平时都是那种比较深的颜色，今天也是感觉有点略暗上了。因为那个应该佳恩的唇色它比较深，比较深，用那个遮瑕遮一点会更有那个少女感。然后还有现在那个底妆打的也是就是特别好，因为我平时都是那种对很黑然后黄黄的那种感觉。今天晚上还是黄黄的。今天打的这个妆都想好了，每个你俩都在一起。真的，哇，太美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说实话，小马他最白的，没有最黑的，不是很白的。我今天想把你来跟赵丽在一起，不是我。